我是戏曲演员郝文龙，与戏曲结缘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琢磨冒翅，满脑子都是如何让它更灵活，甚至是拥有情绪上的灵动。冒翅功从早期的双翅、单翅、双前脚、双后脚等，目前已创建了更加复杂的变化，比如前脚翅、后脚翅、阴阳翅等，使演员在体现人物的内心时变得更加丰富。从冒翅的摆动中，让观众可以感受到人物的心理变化，比如开心、着急、思考等不同的复杂情绪。生活中，我的爱好就是收集各种纱帽和帽翅，一旦没有演出任务的时候，我能在家里待上一天都不烦。哐恰恰哐恰，哐恰恰哐恰，哐恰恰哐恰，哐恰哐恰，哐恰擦，撩跑踢腿，当当当当当当当，哐恰擦，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借助现代网络，我们年轻一代也通过自己的方式普及戏曲知识。戏曲里有太多好东西了，我爱戏曲，想让更多的人也去爱戏曲，因为这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文化。冒翅功的难点在于它无法借助任何机关手段，全凭着脚、膝、腰、颈以及后脑勺的控制，一发而全身，需要长期的磨练，形成肌肉记忆，你才能慢慢的掌握。一切光一，一切一光一，蹦！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自信化，同时也给了我们戏曲人提供了更好的空间、更好的条件，去学习、去继承、去创新，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剧事业关键在人，所以培养下一代的传承者是重中之重的。作为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好的时代，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理解去接受。学习冒翅功这项技能，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和所有人一样，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着，奋斗着。永远记得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你如何对戏，戏便如何对你。